黄晓明宽姐面前耍靠腰。旋转木马哗啦啦，旋转木马哗啦啦啦，旋转木马哗啦啦。哎，最后一天了！哎呦，岂止于那，眼花缭乱都快瞎了我！这一局明星也太多了吧？到底是谁的面子这么大，找大家来乐观其成旋转木马哈？这就叫妈的，好像在骂人，这是很马德二号，没错，就是人称宽姐的邱立宽。他今天生日呢，还在张罗他投资的芯片马德二号的造势活动，拉了中国第一帅黄晓明合伙，并游说他下海演男主角。哎呀，那晓明哥有没有入境随俗，跟大伟的宽姐学几句台语啊？台语啊？哎呀，靠腰啊！小弟妹，这故事谁人看家的？因为他好像抹鸡腰啦，我靠腰，我变我变老腰啦，是安尼，他就学。可不要看宽姐说笑口没遮拦的，马德二号却是个拍给儿童看的电影啊。孤独其实只有一个妈妈，没有爸爸。片中小男主角处在单亲家庭，因为妈妈工作忙常感到孤独。我是当当。对啊，宽姐现实生活中的儿子当当也在片中嘎一脚，饰演黄晓明的小时候。哦哟，当当昨晚在宽姐的庆生派对上热舞啊。他还活泼的对娘示爱，冲下台拥抱他。哎呀，要说这个宽妈是为了当当筹拍马德二号也不为过呢，但这个宽妈却似乎不大情愿儿子出道当艺人呢。你进娱乐圈就像这样有什么用？没有用啊。苹果娱乐 online 黑人是装熟魔人，超有用的好不好？报道。